市罗宾汉，由罗文斌分析师带您纵横股海，掌握标股先机。欢迎收听股市罗宾汉，领先投资就是赞。本节目由 News 九八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制播。大来国际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费平。现场为您邀请到是法案出身、最能掌握市场法抽动向的罗宾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好。然后费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首先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加权指数今天最低在22503点，最高来到了22843点，在要收盘的时候呢，现在目前看到是翻红的，预估总量是4366亿。跌了几天，今天呢由黑翻红这样的一个盘势，到底接下来的盘势我们要怎么看待，个股要怎么操作呢？赶快请教我们专家罗老师。好，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呈现的是一个逆转胜。看到一开盘的时候，受到昨天呢、包含这个美国的科技股出现比较明显的拉回，特别是辉达大跌，所以压抑啊。今天整个股价一开盘啊，噼里啪啦怎么样、这个加权指数一跌跌了310点啊，甚至来到22503。对啊、这三天下来，如果说从连同上个礼拜五算起来，三天呢、已经跌了超过900点了。哇，跌得又快又急、不过我们看到。即便盘中在开盘的时候跌了300多点，不过现在快收盘了、指数反倒是出现上涨了31点，真的、变红的了、对，变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天这个行情、是呈现了一个逆转胜。对、那当然了，就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嘛，三天跌了900点。对、那我们叫做这一波、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低点、也是这个6月5号的低点21262.21264算起的话、到这一波的最高点23406、那约莫涨了大概2200点左右、那如果说以一个正常的一个回档、至少也要0.382，当然这是一般的强势回档嘛、0.382 来计算的话、满足点约莫再跌掉840点，如果说以今天跌掉了900点的一个情况、似乎也到达一个初步的一个满足、所以出现一个反弹、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是，但是今天这个低点是不是就是这一波回档最低点？那这个未必了、因为毕竟我们叫做第一个，你今天联动的当然还是包含台积电、对，好，那台积电又联动的是什么？至少什么辉达啦、费半指数啦、这些基本上也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说、在短线上面美股、特别是辉达啦，或者说其他纳斯达克指数、费半指数还有波动的话，可能指数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一些大型的权值股以台积电为例、都还是会出现震荡。所以你要讲说今天的低点22503、它就是最低点，我想还言之过早。毕竟如果说以形态上来讲的话，对，因为这一波大盘，我们知道我们刚讲过了嘛，涨了2200点的过程里面，一共出现三个缺口。好，那今天的一个缺口，今天已经拉回，对，回补掉第三个缺口了。那下面还有两个缺口，一个在哪里？一个好，就是在6月13号的22094到22211之间、那这个高点啊，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哦，就刚好对应到怎么样？对应到当时5月28号的高点21937啊。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技术面来讲，整个加权指数，我纯粹就大盘的部分哦，还是有往下去回撤到22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当然不一定一定会来了、但是这个可能性你不能完全的排除掉。是是是，但是一如我先前告诉各位的，整个行情多头的趋势有没有改变？没有，没有改变。嗯，好，没有改变。所以在经过适度的整理，当美股的一个变数适度的一个降温之后，终究还是有往上再攻高的实力。只不过这个整理的时间，我们还是得要看大环境而言。好，但是只要多头趋势不变，嗯，那各位都知道嘛。对，那拉回要干嘛？买，拉回就是找买点嘛，对不对？对。但是重点来了，嗯，投资朋友，你要买什么？对，要买什么？对不对？嗯，盘面上1700多家股市，这个股 票，对不对？将近，你也看到了。涨也好，跌也好，你看你现在会很少看到说今天哇大涨啊、结果所有的股票都大涨，没有没有。今天纵使大涨，你会发现啊，怎么盘面上至少还有一半的股票是跌的，对对不对、嗯？那纵使今天大跌，怎么盘面上还是有一半的股票在涨、涨？所以代表说现在它呈现的是一个盘面的轮动，不管指数涨或跌，嗯，盘面就是呈现轮动，所以你如何掌握节奏？对，好，不管涨或跌，你总是要把你的股票维持在
涨的那一半嘛，对不对？嗯，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赚到钱。是，如果说能够再搭配对的一个方式，那我相信在接下来下半年的行情里面，你还是可以满载而归。好，哦，嗯，但是要如何去掌握整个轮动的一个节奏？是，好，哦，你要如何啊？你要如何用对的方法？哎，我说过了，哦，你要善用对的工具。工具，什么是对的工具？嗯，我想我这几天我也一直告诉各位，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不晓得该怎么样选股，所以他们怎么样每天都是盯着盘面上最强的股票，然后听着这些专家权威名师每天所讲的，因为这些人他每天追逐的每天告诉你也都是盘面最强的股票，对，所以你们自然而然就想说哇，原来他们讲的这些股票才是最强最有潜力，那刚好正在涨嘛，对，然后这些啊专家权威名师啊名气又很大嘛，对啊，名气讲的名师帮你背书，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群聚效应，大家都在讨论这张股票有多好有多好，然后它又正在涨给你看，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被，你就会被制约了嘛。心理学一个名词叫做被制约了嘛。所以说，哎，你自然而然啊就去买这些股票。但是我说过了嘛，我们就结果论嘛。对，你去买了这些股票，你到今天有真的大赚吗？嗯，没错。你的结果是啊，怎么指数涨了5000多点，我一点啊感觉都没嘞。对。对不对？你无感了，对啊，所以代表这个方式是不对的。对，好，那到底该怎么样用对的方式掌握到盘面的一个轮动的节奏？尤其会大赚的股票，你要如何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先卡位、先布局？我一直告诉各位，善用你的工具。对，你的工具是什么？就是我们股市罗宾汉 Line at 的官方账号。好，好，我说这个群组第一个完全是服务性质的，对，对不对？嗯，你最大的损失。又或者说你最大的风险就是你在这里面你所看到的你所得到的资讯对你都没有帮助，是，但是因为它是不收费的，所以你不会有损失啊，没损失，对不对？你不会有损失，你最大的风险就是波涛，你要波涛的波涛嘛，对不对？可是我说只要哪怕了这里面只有一则讯息对你有帮助，对，哪怕只有一则，就好比我常讲的，如果说你在6月7号当时端午节放假之前，你事先掌握到了什么？你事先掌握到了我们接下来资金要怎么样，要重压在重电上面。是的，所以当放假回来，你在700多块，你去买了华晨或者说其他重电随你挑了，反正我说就是资金往重电移嘛，没错。所以随便你重电随便挑一档了，那时候重电是不是在低档？对，对不对？嗯，你说以我说以龙头华晨为例嘛。从当时700出头冲到了900都快1000了，嗯，大家才来追。那你说大家来追的时候，现在华晨在那边震啊，在那边震了，有没有？你说啊，今天大家又在讲啊，跟电相关的，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些重电是不是相对的，它的涨势，还是在整理。对，反而今天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绿电去了，是，对不对？什么森威能源啦，啊，什么云豹能源啊，这些，当然这些又有其他的一个题材，我们稍后会再跟各位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了。嗯，所以代表说，当大家都在讲某个题材很好、很好、很好的时候，你一窝蜂的去跟人家凑热闹，对，其实你占不到好处的，没错，没错，对不对？是。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事先掌握到这样的资讯，就好比你在放假之前你就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嗯。当大家来追的时候，对，谁是最大的受惠者？我们呢？对呀，因为我们是坐在轿上等人家来抬，哎，开心。我讲这个白纸黑字，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讲，事后放马后炮，事后诸啊，这个事后诸葛亮是事前猪一样，是没有，我们都是讲在前面的哦，对不对？我想所有我们现在的好友数已经有20000多个了，对，我想这20000多位朋友都可以帮我做见证。6月7号，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就告诉你，我们压的就是重点，没错，也没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工具，最坏就是。对你没帮助嘛，对，你又没损失，嗯，但是你随便，你只要压到一个重电，你看这一波，你如果说你700多块买的华晨，现在涨到900多，对，你会告诉我说，啊，大盘行情涨成这样子，我无感，700多的股票涨到了900多，你会无感吗？赚很多，那更不要讲前面还有什么，前面还有升达科，是，对不对？大家那个时候在追前一波900多块的一个重电股的时候，我带你买的升达科，170、180布局涨到300多，不管你有没有卖在300多，你就算你卖在300啊，就算你卖在280、290，你是不是还是大赚？大赚啊！你会无感吗？我说过涨了82%了，嗯，随便让你掐头去尾再打折，你至少也有赚70%了。100万就是70万呐，好开心啊！500万就是350万，没错，赚哦。你会无感吗？嗯，对不对？对啊，细微。
雷不也是一样吗？是300出头涨到445，你纵使没有卖在最高点445，我说你纵使卖在400块关前，好的，像我们是卖在390的左右嘛，对不对？你300出头买的股票，你卖在390，阿里玛是30%啊，对啊，你会无感吗？嗯哼，投资朋友，你会无感吗？很有感吧？啊，这些，我说我不敢讲，我在这个族群里面，我在这个群组里面给你的这个资讯，条条对你都有帮助。嗯嗯，但是我说过了，你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帮助嘛，对，对不对？是我好安利两年嘛，两年损失的。嗯，但是你只要逮到对的，是一个资讯，嗯，你看随随便便，因为你是领先的资讯，没错，你哪一个不能够大赚？是我说过，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给各位的是什么？第一个每天的盘前，对，对不对？嗯，根据当天美股的一个收盘，是的。对吧，嗯，然后可能对台股的一个影响，又或者当天在一些所谓的一个啊媒体上面有出现哪些的一个啊包含上市柜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讯嘛，那到底哪些假的，对盘面又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整合的啊，在盘前让各位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不会说一开盘出来哇又傻眼了，不晓得该怎么做，对不对？至少你对当天在盘前你都能够掌握今天的盘面，至少有一个方向了，对不对？然后在盘中我说过，对于第一手来自于业内法人的资讯，又或者我们所锁定的标的有没有转强的迹象，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切入我们所操作的一个股票，对不对？我说这些种种、嗯、我们也会适度的在节目里面、不是在节目了、在这个群组里面、对，在这个群组里面跟大家做适度的一个揭露。好，然后盘后一样嘛，对于今天盘面上转强了也好，转弱了也好，哪些该小心，哪些该留意它的一个买点，是对，就好比6月7号是告诉你、接下来资金要往重点走了，有没 有？你看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种领先的资讯、是不是隔一天开盘你的方向也会十分的一个明确？是啊，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你能够接收到的一个资讯，你能够用到的工具，更不要讲说好、这里面还有对话视窗，对啊，你在操作上、你面临到任何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问题，任何的疑难杂症、你也都可以透过对话来告诉我嘛，对，没错，那我也会第一时间亲自的来帮各位做一个回答嘛，好，对不对、让你在操作上面始终能够用对的方法维持对的方向。好，来听我们一定很想要加入老师的 Light， 对不对？我讲慢一点，有些人说我讲太快了。来，把你的手机打开 Light 也打开，在搜寻部分输入小老鼠 RBH888，小老鼠 RBH888， 这样就可以加入老师的 Light。 有了 ID 还不会加入，在广告当中有我们的服务电话，你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服务人员会亲切的教你一步一步怎么样加入老师的 Light。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专家罗宾老师告诉大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在股市当中，如果你有加入老师的 Light 的话，尤其在端午节前，如果你有加入 Light，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大家都大赚啊。你只要有加入 Light 的好朋友们，老师有说我们即将要布局的是什么，就是重电。当时呢大家都在追 AI， 老师说我们要布局重电，结果回来之后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华晨，770几块进场布局，短短4-5天的时间，最高来到960几块，一张就怎么样，有200块的差价，有没有赚得很开心？恭喜我们的会员们，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所以，听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老师 Light 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现在把你的手机打开 ，Light 也打开，搜寻的部分输入。老师说很重要，第一个哦，小老鼠就是那个 at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老师在 Light 当中呢，不定时都会把最新的股市当中的一个讯息，不管是盘前、盘中、盘后，都会提醒大家。小老鼠RBH888， 有了 ID 还不会加入，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02-2365-9333，02-2365-9333，赶快加入，一起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小老鼠 RBH888， 02-2365-9333。是九八九八零九八新闻台为大家所见，你们是股市罗宾，汉媒之学罗宾老师跟费品经常陪伴大家。来电朋友想跟紧老师的脚步吗？赶快先加入老师 Light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来，下首好听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孤星》，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平。我们邀请到是我们的专家乔淑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老师的 Light， 记得一定要把握哦。就像端午节前老师说了，大家都在追 AI， 我们要带大家进场布局什么？即将要进场布局的就是我们的重电类型的股票。回来之后带大家买的是华晨啊，还记不记得短短几天的时间而已，就已经怎么样有200块的价差了？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只要看 Light， 你就会赚钱了。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手机打开 Light， 打开搜寻部分书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赶快加入哦！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势，到底接下来我们怎么布局？老师，我想这边我稍微再做一个补充哦。好，我想刚刚费平也把这个我们的一个 ID 那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是是是，好，小老鼠 RBH888， 我要强调是这只小老鼠哈，好，不要问我小老鼠在哪里哈，就是那个 at 那个 at 那个 at 非常重要，我再提醒一次。好哦，曾经过去也有投资朋友啊，他就忽略掉这个小老鼠，他就直接打 RBH888， 哎，他看到的是谁？也有，还是我哎，还是我罗文斌的头像哎，那他的一个群组的名称是什么？哎，好像哎，还也是股市罗宾汉呢、欸哦。对，名字一模一样，头像也是我，但是 Pansy 哈、那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那是诈骗集团的、哦。那你可以想象嘛、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对，好，我想新闻到处都有，对不 对？你也知道，一旦你掉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群组里面，对，你的风险会有多高？是，哦、现在还是一样，对，还是一样哦。现在费评、啊，点进去，对，啊、还是有、哦，还是有哦。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一定前面要加那只小老鼠。好、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就好比我们在6月7号领先市场。就告诉各位，对不 对？我们继细微啦，继这个从这个升达科细微，然后去这个昆盈之后，有没有、我们锁定的就是重电。重电，你看重电，如果说你跟着我，在端午节放假回来，对，在6月11号，我说随便的、重电股，你轻台 Q 几基的，丢了，你卖公你买的熊熊的华城，随便买一档啦，都可以，你想不赚都很难呐、是的。领先市场不赚也难、不是吗？是的，对不对、嗯、可是如果说等到华城涨到了900多，你自己看嘛，到现在你，我不敢讲说你完全赚不到钱可是你看，如果说以华城今天是，对不对，就在920块钱附近、你追在这一波高点964，你有赚到钱吗？还套住哎、对不对，纵使你买在900块，你现在就赚20块钱而已、是的，相较于你买在700出头、买在740几、750几、760几，好不好？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OK， 对不对、嗯？所以你这个时候再来追，你就慢人家半拍了，好，对不对？你好比说今天大家都在讲哇，能源能源，可是今天涨的却不是重电了，对，今天涨的是什么？今天涨的是绿电干净能源、包含什么深威能源啦，对，包含什么啊？包含啊。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云豹能源等等，有没有？那当然，这个是因为黄仁勋清点的哈一些股票嘛，对不对？但是我说过的，同样是能源股，对对不对？同样是能源的一个概念。当大家都在讲重电，他就跟你讲这个了。是，所以我是不是一直告诉各位，不要跟人家一窝蜂去凑热闹？没错，我过去一直告诉各位，你做股票，你到底是要跟人家凑热闹，你是看热闹，还是你真正要赚大钱？要赚钱。你真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赚大钱，你去凑热闹，你是赚不到的。是的，我不是说你赚不到钱，我说你是赚不到大钱。你一定要像我们一样，对不 对？跟人家不一样，对不对？你说 AI 我们挑的光阳科是不是也跟人家不一样？是、它也是 AI 啊，见度把财。对，很少人会去知道这样的一个股票吧 ？AI， 你去追什么广达的？哦，你跟广达不合哦，对不 对？这也是人家还请黄仁勋吃饭呢，是，对不对？哦、但是你做广达，你有赚到多少？有赚吗？大家都在追广达，你有赚到多少？对。对不对？好、哦，所以我说过，他前面好、有人去追什么啊？这个像我举个例子，像这个散热的广运，我当时也飙一波。你后面去追的，前面追的赚钱了，你后面呢？你后面去买的，到现在要赔钱了。对啊，不是股票不好，而是你买的时间不对啊，你的方法不对啊。所以我说过，在怎么样你能够掌握到对的股票，更加不一样，而且更加不一样的股票，你必须要事前买。走在故事的前面，是如何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对的方式，对的股票，最重要用对的方法。我说过，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怎么样能够善用工具，就从加入我们股市罗宾汉 LINE@ 官方账号开始。好，来听我们一定很想加入，对不对？把手机打开 LINE 也打开，搜寻部分只要输入小老鼠 RBH888。 老师说那个小老鼠很重要，要不然就诈骗集团的旗下是 H、就是呢没有小老鼠的那个 ID 啊，不要忘记一定要加入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赶快加入，有了 ID 不会加入，待会在广告当中告诉您电话号码，赶快加入咯。哎，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专家罗宾老师告诉大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在股市当中，如果你有加入老师的 Lite 的话，尤其在端午节前，如果你有加入 Lite，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大家都大赚啊！你只要有加入 Lite 的好朋友们，老师有说我们即将要布局的是什么？就是重电。当时呢，大家都在追 AI， 老师说我们要布局重电，结果回来之后，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华晨770几块进场布局，短短4-5天的时间，最高来到960几块，一张就怎么样有200块的差价。有没有赚得很开心？恭喜我们的会员们，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老师 Lite 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现在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 也打开，搜寻的部分输入。老师说很重要，第一个、哦、小老鼠就是那个 at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老师在 Lite 当中呢，不定时都会把最新的股市当中的一个讯息，不管是盘前、盘中、盘后，都会提醒大家。小老鼠 RBH888， 有了 ID 还不会加入，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0223659333，0223659333，赶快加入，一起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小老鼠 RBH888， 0223659333。大来国际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